林欣彤呢日嚟到电台为新歌《亲爱的巨人》做宣传，阿 Matt 邀请咗爸爸一起拍 MV， 仲准备咗个惊喜送俾爸爸添。系预备咗一个惊喜俾佢咯，好似一个相展咁，咁就系由我细个到大嘅相，喺即系一幅一幅贴咗喺一间房嘅墙上面，亦都写咗封信俾爹哋去多谢佢咁样。我拍之前咧，以为我自己唔会喊啦。我仲同导演讲，我应该唔会喊噶咁啊，跟住点知第一拍嘅时候咧，要同我爹哋讲嘢嘅时候咧，我就忍唔住，系嘢都讲唔到咁样，系咁喺度喊。阿咩仲计划将会同爸爸嚟个父女合唱添啊？其实我都觉得，在最近我都，就是怎么说，邀请了我爸爸，就是在我工作上有很多表现，例如这个 MV， 还有我之前演唱会都请他做了嘉宾，其实都是想他开心啦。如果他开心，我都可以邀请他一起出镜的，我都没所谓。